是信封写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了我的勇气，向你表达我的爱。一段情，要完成多少年？一封信，要积累多少天？两颗心，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体谅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是让我从你身旁。世界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能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要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这一切都太迟了。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的礼堂，我羡慕他，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想你。Thank you.